般像支气管过敏的人，这个都可以。现代人越来越注重健康跟养生，所以连锁药局也越开越多。而且许多药局除了可以买到成药用处方间领药，也可以买到一般日常生活必需品，所以药局已经成为大家的好邻居。台湾中部最大的连锁药店福伦药局，2018年11月25号上午，在彰化县社头乡原吉路上开了第26家连锁药局。积极热情的福伦药局董事长林殿上表示，今年接任国际狮子会300西湾区总监，在开幕的酒会当中，就有许多狮友前来替他加油打气。我们狮子会，我们台中区的我们总监啊，能开这么多的连锁药局啊，尤其他是，我们狮子会理念是这样，有需求的地方就用狮友服务。那我们福伦呢，就希望说有社区，尤其比较远的社区的地方，就有福伦的服务。恭喜我们西湾区哈，我们林殿上总监的社头福伦药局的开幕啊，我们西渡区，我是西渡区的总监徐兆南啊，率领我的内阁团队，还有国际理事的陪同，前国际理事的陪同啊，来到这边祝贺啊，恭喜他。我们福伦连锁药局就是深入乡里来服务基层。啊，这是我们乡里的一大福气。那在这里啊，我们仅恭贺他这个宏图大展。恭喜啊，恭喜我们总监哈，今天在我们社头的地方哈，新的服务据点，祝他们宏图大展。从1980年开业到现在，福伦药局在中部地区开了26家连锁店，而且大多是自己买地盖药局。热心公益慈善活动的林殿上说，经营事业就要有社会责任。他除了是狮子会总监之外，还担任台湾传播媒体协会理事，也是嘉南药理大学毕业的杰出校友，每年都会提供奖助学金跟工作机会给母校嘉南药理大学，让许多年轻的药理师进入福伦药局服务，提高中部地区的医疗水准跟青年就业力。为了响应我们政府下乡，我们希望我们乡下的乡亲得到大都会我们医药同步的那个照顾，所以我们到这个乡下来开社头福伦药局，是要给我们的乡亲的处方签跟大都会来同步，实现我们这个照顾乡亲的好意。那个林总监啊，在我当主任的任期里面呢，非常的对我们学校的学生呢非常的帮忙哈，他也来设置了这个奖助学金哈，那另外就是他让我们的学生可以来这边实习，然后呢透过开店的方式哈，让他们可以成为自己的这个店的店长。社头福伦药局占地200多坪。药局门口提供宽阔的停车场，除了贩售各式药品、生活用品之外，还有合格专业药师受理处方间，设有药理咨询处、领药处、调剂室。开幕当天上午10点开始，还举办一场鸡尾酒庆祝餐会，免费提供各式美食饮料餐点。许多人都说，福伦药局是大家方便的好邻居，东西更是物美价廉。一起喊哦，福伦药局赞赞赞哦，1、2、3，福伦药局赞赞赞，好，拍手。就是因为福伦药局董事长林殿上交友广阔，做人做事相当成功。社头福伦药局开幕当天，许多贵宾都前来祝贺，还举办打卡赠送精美小礼物的活动，也吸引不少民众前来消费，现场人潮满满，气氛热闹又温馨。董事长林殿上说，为了服务乡亲，所有福伦药局在假日期间也都照常营业，希望大家都能够健康平安又幸福。记者陈文旭、萧佑京，彰化报道。